今天要带着小羊去参加 mini pet lover 的爱宠派对了。今天的爱宠日来了很多狗狗，现场还准备了丰富的甜点。mini 作为一个宠物友好型汽车，开着它出游时，不仅人，连宠物都旅途舒适，低底盘轻松上下蹦跳，行驶平稳不晕车，宠物也能享受旅途。相对紧凑的车型，单人带宠出行也能方便观察照顾。这边有专业的摄影团队，先给小羊去拍个大片。mini 的风格和小羊也很搭，一起出片非常拉风。还有专业的爱宠导师在给铲屎官们传授夏季饲养技巧。最后我们带着小羊进去玩啦，四大游乐主题项目，来看看小羊的表现吧。